捕手舵手配合的相当默契。杨大女生不要上来了，被训练到了，被训练到他旁边的那个。这是女子组的500米啊，武进太湖湾名门世家九江，九江林氏牧业重庆合川德嘉上海海洋和常州大学。一分钟准备，现在开始主持，各位稳住，二道向后，一道向后，二道向后，一道向后。一道向后，三道向后，稳住，各队注意，预备，二，比赛开始。还是三道，这个九江林氏牧业的起航比较快一些，当然了，名门世家九江的桨下效果也很好啊，两条艇加上武进太湖湾，三条艇在起航阶段呢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武进太湖湾很希望在500米这个比赛当中能够拿下一程，所以说武进太湖湾在起航状态的时候保持得非常好。从转入效果来看呢，这个名门世家九江的转入啊让桨平要压得低得多，主要的争夺在途中滑的时候是武进太湖湾和九江林氏牧业，名门世家九江的桨平太低了，这个时候看来名门世家九江对于拿到了100、200米的冠军之后啊，对于这个500米的冠军并不是那么的积极，不是那么的积极了啊，把桨平完全的压了下来。但是我想这个赛程过半以后还要看后半程他们的发力，因为这支队伍呢是非常老辣的，而且是非常有经验的。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作为武进太湖湾嘛，他们也是经常在这个项目上可以挑战或者是挑下啊他这个强大的对手。现在还是看到是九江林氏牧业现在第一，武进太湖湾排在第二，名门世家九江排在第三。在这个比赛的队伍当中呢，我们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合川的德嘉这样一个女队。虽然这个女队的话呢，这次的话是有一位男性的舵手作为他们的队员之一在船上进行配合，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男舵手他的名字叫刘强，那么他在妻子呢也在船上划龙舟啊，还有呢在这个龙舟上呢还有他们的一对姊妹，也是姐妹俩在划龙舟，所以这也是一个农民队伍组成的非常有特色的一支队伍。最后阶段的冲刺啊，哇，三只船是齐头并进，还是略胜一点武进太湖湾啊，这个最后阶段冲刺要更强劲一些。武进太湖湾从起航到途中滑始终都是处于一个相对领先一点的位置啊，最后阶段的冲刺也还是非常的出色啊，保持得很好。当然这个几支职业队，特别是前三名的职业队，他们确实很有实力，作为后面的农民组成的重庆合川德嘉队和两支高校队呢，在这里面的话是稍微劣势，